대화 무게 꼬아 엑시오 나시 꼭쏘아서 비우다 일명 在面的国事，请洪兄下士，哎呀，请慢呐，请慢，皇帝，你敢忘记咱当时，你我家边当天下，在这个乌相四面归剑的，就是说我灵魂是这等上苏，连你解除我的性命，当前我也忠义革命，请我苏灵君，老天的命运。 浙江江山，我要封伊为国师，我率领所。